大家午安。Hello， 班伟。Hello， 杨公公。Hello， 小白兔。Hello， 金界大叔。大家午安。谢谢洛克的看好你哦。Hello， 文森。午安。Hello， 瑞梦的。Hello， 小叶。Hello， 谢谢杨公公的 love。Hello， 富伟哥。午安，谢谢洛克的玫瑰 ，Hello 小黑黑，午安益生菌 ，Hello 天不隆 ，Hello 思源，谢谢贾鲁特的 love，Hello 志祥，谢谢贾鲁特的 love，Hello 益生菌 ，Hello 傲江 ，Hello 杨雄 ，Hello 暖风，哎，开镜像真假的，为什么？关闭镜像。Hello Scott， 我想看一下他这样说，不行，我不会跳健康操。Hello 子杰 ，Hello 志伟哥 ，Hello 威卢 ，Hello 杨雄 ，Hello 红 ，Konnichiwa 奥尔讲，威卢午安，七日不见，如隔一周。Hello 土豆。有如隔一周的感觉吗？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的发色又变了？午安，克里斯 ，Hello， 七七八八 ，Hello， 晨晨。对，我觉得我的发色已经变了，跟第一次大家见到发色不一样。Hello Jack，Hello 酷洛洛，今天发色好像不太均匀挑染。对啊，其实我本来就有挑染，只是。现在更明显了吧，因为之前还没有褪色，变橘色，也不是橘色吧，其实是红色，可是光照下来应该是黄光吧，我看一下，这样这是红色吧，对啊，变咖啡色一点了。午安小雨 ，Hello 剑之奇怀，就是变比较没那么红，这个是挑没有，其实很多地后面也有，下面也有挑染，只是看不太到而已。对，这边也有挑，看不太到。Hello Q，Hello 上官雷球 ，Hello 大界 ，Hello 易斐 ，Hello 张大大 ，Hello 阿卢，你好像刚起床，对啊，我刚起床啊。我早上直播不都是刚起床，我的确是刚起床。Hello 嘉轩小杨 ，Hello Morris，Hello Nini， 午安手环，不是手环，嘉宏 ，Hello 嘉丹 ，Hello Yamaru，Hello 钢铁林粉，大剑无安 ，Hello 飞镖，谢谢杨公公的向日葵。Hello 家树 ，Hello 亚麻路普 ，Hello 冬霜跟家居，还有泡芙大叔 ，Hello 玲珑 ，Hello 陶尔哥 ，Hello Simon，Hello 东东，哎，眼睛一直模糊。谢谢柠檬的向日葵，谢谢柠檬的向日葵 ，Hello 飞宁。午安阿基拉 ，Hello 阿卢 ，Hello Steven。品味。Hello 阿不是，谢谢阿凯的玫瑰 ，Hello 阿凯 ，Hello 阿哲 ，Hello 小勋，小勋爱打咏春拳。小心爱打人咏春拳，为什么有人吹笛子？那是背景音乐啦。运动会宣誓瓦斯萨，对啊，大家看了运动会第一集了吗？谢谢玉安的 love， 之前就是录那个害我烧瞎烧很久。
还有全身酸痛。谢谢 Akira 的向日葵 ，Hello 明晶。谢谢小薰的剪刀石头布，我跳得很棒，谢谢谢谢谢谢飞宝。西雅姑姑大获好评，什么意思啊？姑姑，这个是我没有我的，我怎么没有 catch 到这梗？为什么我是香菇啊？谢谢小薰的青红剑，动作好慢，我真的忘记怎么跳，你知道吗？我那时我跳健康操的时候，我那时候学健康操是突然间改版哦，环岛的帽子哦，那个是姑姑哦哦，原来是姑姑。不是，我跟你们讲，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经历那个健康操改版的时代，就是它才刚推行，一开始推行而已。我真的一点然后我听他们说，现在那时候现在还有什么健康操比赛什么的。谢谢阿基亚的向日葵，谢谢阿基亚的向日葵，因为我根本就我那时候好像刚学完没多久，就又不用跳了，因为好像只有小学要跳健康操，对啊，然后我学一学就长大了，我就不用再跳健康操，然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谢谢小白的我来签到，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学健康操，我大概从来没有记得过吧，因为我们那时候健康操没有推广的那么认真。谢谢披萨的 love，Hello 草莓奖 ，Hello 得体 ，Hello Plus， 对啊，我有经历 Lucy 一下下的时间，就是 Lucy 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经历到，可是就只是刚开始，那时候还只是就是他刚开始推行。谢谢柳橙的 love， 然后他就是还没有到现在这么普，就是说这么大力的推行。谢谢苹果猫，谢谢俊。对啊，想不到长大还会用，但是我其实我是有印象 Lucy 的，我是有知道 Lucy 这号人物，对，我是有知道 Lucy 的。谢谢 Raymond 的 Kiss 啾啾 ，Hello Jerry， 谢谢 Raymond 的 Kiss 啾啾，红毛猩猩，不要再说我是红毛猩猩了，我不是红毛猩猩，我是艾丽儿，谢谢 Q 的掌声鼓励。谢谢 Q 的掌声鼓励 ，Hello 汉 ，Hello 衣柜。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妥。我是艾丽儿，不是红毛猩猩。Hello， 汉 ，Hello 衣柜。我是一个。全世界最可爱就是哦，好吧，你这样说我可以考虑当一下红毛猩猩了。不是啊，这不是猩猩，你看这红发分明就是美人鱼的发。有用红发扮过哥哥了吗？还没，还蛮好奇会变什么样子，应该会变蛮有趣的，蛮好笑的。不知道那个黑发要怎么，发髻要怎么戴，还没想到那里。Hello 船长，谢谢小白的真情告白。我不是红毛猩猩，我是美人鱼艾丽儿。美人鱼好吗？午安。对啊，前面红后面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衣服是要呼应发色吗？不是啊，衣服就是刚好就是在我离我最近的地方，我就拿来穿了。Hello 果冻九号 ，Hello 雨轩 ，Hello 陈峰 ，Hello 姚。美人鱼穿的比较性感，美人鱼刚起床还没有，不用穿的比较性感。美人鱼刚起床可以穿睡衣，对。午安果冻九号。美人鱼艾丽儿是红发，对啊，她是红发艾丽儿。哇，今天好多人开直播。
大家又要忙碌了，因为今天很多人开直播。哎，不是，我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我看那个 Facebook 的，我们 Facebook 写，我们圣血真是贩卖到7月23号啊！谢谢小明的向日葵，谢谢小明的向日葵 ，Hello Rary， 所以大家今天还可以去买哦。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Hello 洛克 ，Hello Ben，Hello 郑东 ，Daisy 一加马尾超可爱，谢谢益生菌。Hello 唐门 ，Hello 平平 ，Hello 朱里恩。反正呢，运动会感觉就要绑马尾，比较元气一点。Hello 一二三，电视剧，谢谢俊的剪刀石布。朱里安午安，饼干各买一半，什么意思？饼干各买一半，队长饼干各买一半，各饼干各买一半，什么饼干？谢谢朱里安的向日葵，谢谢朱里安的向日葵，谢谢俊的幸运四叶草，谢谢俊的四叶草，最后一天才业配，哪有？我是倒数第一天，哎，倒数第二天。倒数第二天业配哦，饼干是品涵哦，原来是品涵小时候的绰号是饼干，为什么？因为品涵吗？饼干？对啊，今天才是最后一天，我是倒数第二天，我今贩售到今天的6点，所以还没有买的人可以赶快去买哦，是可以吃东西，对啊。Hello， 神奇黑雕，哦，谐音，谢谢边官网本来写22号嘛，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通常会直接看 Facebook 的资讯，我没有在看官网，哎，不是啊，通常你 Facebook 滑到看到了，我就记起来了，我就知道是 Facebook 的，谢谢朱里恩的。幸运四叶草，那他应该是在某一个地方写错了。嗯，反正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有22号这个版本。Hello， 尬仔，那他应该是某个地方写错了。各位观众们，但现在还可以买啊，所以呢，大家没买的赶快去买哦。谢谢尬仔的 love， 谢谢尬仔的 love。好了，我以后会去关注一下官方网站的，我以后会去浏览一下我们官方网站。已经买了，谢谢流星。总之还蛮没错，对，下礼拜是泡蛙虾特辑，我是有一点不敢看了。对，官方网站。官网，哎，我没有说官网不用看，好不好？我现在说了啊，我来反省，我以后要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对，我以后要，对，哎，他两个写不同版本，你们怎么没有去？你们不好奇哪一个才是对的？你们不好奇吗？换一首歌。你们有发现然后你们没有问吗？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对啊，我也没有看到啊，我是看 Facebook 啊。是啊，说的都对，没错，是啊，说的都对，听我的准，没错。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就下手买了。哦，小黑黑很棒，小黑黑。哎，我是不是有还没按的？来猜拳。哦，我对猜拳真的已经心死了。算了，你看，连一场都没赢。结果同事约吃饭，忘记同事约吃饭，同事也太会约时间了。为什么要在意我跳健康操？我跳得很不好，
Hello 圆滚滚 ，Hello 平平 ，Hello 白饭。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在满地的心碎。Hello 空夜，你就算胜率100%也是得不到种子。对啊，我已经没有心在这个猜拳大赛了。哦，不是猜拳热身赛，讲错，猜拳热身赛，这个胜率，这个胜场数，算了，我们当吃瓜群众。你看又输了，你看又输了。我们就当吃瓜群众。谢谢宏伟的向日葵，谢谢宏伟的向日葵。Hello 阿华，对啊，战况好激烈，我们一起吃瓜，吃瓜一波。No more heart， 没错，克里斯 ，No more heart。前哨站影片都拍完了吗？你说运动会吗？还是什么？越来越像西瓜红，没有，是红棕色。其实我的红发大家好像蛮喜欢的，就是成员看到也都蛮喜欢的。对，运动会，拍完啦，拍完了，但是一天之内运动完毕。对，火龙果红，火龙果应该是更红，我的没有那么红，我是红棕色，可是大家都说这个颜色很显白耶。Hello， 嗨丽。Hello， 阿肖，不要再提我的健康照。我想说，为什么一直拍我拍别人？我就是，为什么一直拍我拍别人？我就那个跳，我就不太会跳。有人说我是红毛猩猩吗？有啊，舞蹈老师也说我是红毛猩猩。舞蹈老师虽然舞蹈老师说他觉得蛮好看，可是他就说我是红毛猩猩。对，你到底挑了几撮粉红色？哎，我不知道哎，我请他帮我挑的，就是有几撮是藏起来的。他说这样比较有线条感，对，这样比较有线条感。你们觉得有像线条感吗？你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线条感？还是你们只是觉得哎，是不是染不均匀？哎。虽然说这的确很像红毛猩猩的颜色，但是我的脸长得不是红毛猩猩啊，而且，对啊，你们不知道红色是今年夏天最流行的发色，你们都没有跟上这波流行。直男看不出来，各位直男们。不是染不均匀哦，是不是染不均匀哦？这是小巧思，这是看起来比较有线条的小巧思。不过我染红发之后，好像没最近还没拍什么生活照，之后再那个传照片，之后再发文。最近有点太忙了。我们没在染发不吃流行，对啊，艾丽尔很均匀，我就比较不一样嘛。哎，对，我也觉得发色变了，没有那么红吧。可是我其实就是还有在洗。哦，对，有人对后有南山人寿表演的照片，对耶。会不会显白？你也不理我，你染红会不会显白？可是男生染红好像有点奇怪。我觉得男生不要染红色好了，男生染红色也有一点奇怪。对 ，Hello 花生 ，Hello Spin， 哎，这不会念 ，Spinning T T I。对，男生不要染红色好了，嗯，短发的红色比较怪，但是长发的红色就还好。Hello 花生 ，Hello 静莹，樱木花道，哎，真的是樱木花道，你学长是男生的，真的。那他，你学长是男生的，那男生染什么好？
Hello 陈峰 ，Hello 白脑，男生哦，我觉得男生，其实我觉得男生不用染头发，哎，我觉得黑色头发就是最好看。对，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深棕色吧。反正我觉得男生不用染头发，我觉得男生就黑色的，然后简单的那样就好，干干净净的感觉就可以了。对，也如果真的要染的话，可能就是深棕色吧。对，而且男生就头发也是很短的，其实染头发好像也很快就会长出来啦，就是你黑发不就很快就长出来了？感觉男生染头发就是比较浪费钱一点，因为头发长很快，对，所以我觉得男生不用去染头发。对 ，Hello James K， 有钱在赚，这是小白讲的哦，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对啊，男生就是黑短发，我觉得黑短发就可以了。Hello， Vivian 梦，爱的没有错。男生最重要的是还有头发。雷梦的好像讲了一个蛮有意义的东西。我懂。不知的时候有几头。Hello， 子轩。烟火不会太完美。哎，马上就要夏日约会了，大家就可以真实的看到我的头发了。益生菌午休时间要到。Hello 勇哥 ，Hello 阿宇。当兵的时候就要跟头发告别。其实我觉得当兵的时候跟头发告别一次也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对，爸爸空夜要记得回来啊。对啊，马上就是夏日约会了，大家可以看到红发，我还没想好要绑什么发型。哎呀，伸懒腰。Hello 卡姐，还没想好要绑什么发型，约会应该绑什么发型，我也不知道。我的穿着是走一个我平常的风格，反正你们看到就知道。哎，不是年纪代表，迷你控，下个月迷你控，8月22。Hello， 企鹅，宜兰新的发型哦，那个你说单边这个，我想说如果你说糖葫芦头，我自己绑不起来，那太难了。你说单边一个一撮，谢谢勇哥的剪刀石头布。但其实宜兰的那个发型有一点像我的公式照，只是没有卷头发而已。对，睡衣加短裤，我穿睡衣加短裤去约会，我也太没礼貌了吧。护士的发型很好看，真的吗？可是孙雪珍发型都是公式照的发型啊，只能说是绑得很好。对，你说的是糖葫芦，我哪绑得出来啊？那个这么难呢、欸？如果我绑得出来，我就可以去当发型师了。睡衣趴的话，我才可以再穿睡衣出。7701丢个猜选者，不要小白，我们吃瓜就好，不要凑热闹。早安心，不是午安心营，午安心，他们战况很激烈吗 ？Hello 贝卡，我来看一下。Hello 冠伦，健康操加油，没关系，我应该是告别健康操了，我应该是不用再跳健康操了。你们表情变太快了，大家都饿很久，你不知道吗？哎，我开始赢了耶，都破千了，我看一下。现在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林雨欣，第二名是林杰，第三名是雨晴。我、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林杰三个人状况超激烈，我觉得大家就是啊，可是不一定，那要看大家要锁定什么。大家锁定的是 MVP 还是锁定的是种子选手？人家 Lucky 都比我们猜拳数多。喂，我们就没有在玩嘛，我们没有参与这次的活动啊。Hello 志宇，感觉25号晚上才是最刺激的。单看还没办法，没关系的，真的。什么时候要教我跳健康操？我先学会了再说吧。没有人在前面跳，我根本不会。三个月总榜第一，对啊，三个月总榜第一，没关系啊，大家尽力就好。看我们看他们表现。我来研究一波。其实基本上 MVP 的排名跟种子排名应该会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其实你拼第二名也有机会，因为假设第一名是 MVP 的话，他的种子就他就没有种子选手，就会递补顺位。所以其实你拼第二名也就是第二名也很第二名跟第一名都蛮重要的。谢谢益生菌的 love， 谢谢益生菌 love， 大家有分析到这个吗？谢谢益生菌的看好你哦。现在三个人在拼，当然我跟你说，现在医生就再见赛哦。Hello， 吉米，就是有人拼才会开始刺激，如果都没人拼的话，就是怎么讲，都没人拼的话，就会形成一个落差。对，有一个人一定是什么都没有。对啊，这就是比赛。谢谢勇哥的剪刀石头布。对。不过如果没人拼的话，就没有人。如果没有人拼，就会形成一个极大落差吧。没有，应该是说有人拼的话，会猜拳数会越多越难超越，就是前面跟后面就会形成极大的落差。每个人都拿一个月种子，这也是蛮难的耶。这个要怎么算到刚刚好？每个人都拿一个月种子，这有点难呢。我开星期晚上，因为我这个礼拜只有那个时间可以开。对，不是啊，可是如果你锁定的是种子，你拼到种子，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了。谢谢杨公公的玫瑰 ，Hello Poco， 不是 Poco 说什么？嘿嘿，思雅想手榜，思雅。没有，好了，下就是想参与一下比赛嘛。下个月的种子榜会重新，对啊，下个月的种子榜会重新，所以下个月你的胜场数又归零了，好刺激哦这个比赛。但最刺激的还是现场的猜拳更刺激，对。好，那个什么，那礼拜五有礼拜五吗？是明天，明天有浪梦成真呢。谢谢志伟哥的新作，是明天吗？有点忘了。明天浪梦成真呢。明天，等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明天？是明天吧，我记得。对啊，7月24号的8点有浪梦成真哦，各位朋友们。而且这次浪梦成真，第一次出外景了，浪梦成真终于出外景了。Hello 坤坤，我忘了是明天还是什么时候，有点不确定，确定一下，是和风季哦。
第一次出外景哎，而且还是去加贺屋哎，好兴奋哦！加贺屋哎，干爹，感谢加贺屋干爹。哎，出外景很可喜可贺哎，这一集的来宾们都赚到。之前林梦纯看到就跟我抱怨说：“哈，你他们第一次去就去加贺屋，我第一次去是去运动什么的。”对，林梦纯跟我抱怨一波。没办法，他所以他就需要运动啊，他就适合运动。对 ，Hello Jeff， 连线品质很重要。对，希望加贺屋的 WiFi 很厉害，应该可以吧？午安 Jeff， 对啊，他很不开心，他第一次是去运动，没办法，运动就是运动的主题，就想到他们啊。成全也有吃到东西，他有吃到东西吗？那一集有吃东西吗？我忘记了那集是什么了。对，我们是客制化节目，没错，我们是有选择适当来宾的节目。哎，那集有吃东西哦，忘记了，没有，对，那集没有。我当主持人就是，哎，也没有好不好？我要背很多东西耶，我也是有要背一下的。哦，你说那是格格，我们现在在讲浪梦成真啦。对，也没有，我要记很多流程的。该不会吃好料的吧？没有哎，你们来看就知道啦。Hello， 怀怀，你吃太多主食了。哦，你太多主食哦。我不会记得，没有啊，我只是想说那集有吃东西吗？好像没有吃东西。Hello， 阿贤，默默吃的可是大的，对啊，格格默默吃最爽。Hello， 命 ，Hello， 桃哥，我们格格因为梦纯吃太爽了，暂时应该不会请梦纯再来吃，不然就会害他，大家只会觉得他就是来吃而已，暂时不会吃的单元，暂时不会再找他。谢谢阿贤的剪刀石头布，谢谢 Poco 的新之冠，谢谢命，辛苦健康操，还好啦，不辛苦。重温一下以前的回忆嘛，对，经费都在吃上了，对，所以下一次吃的单元暂时不会请他来。Hello 小顺 ，Hello 凡事求个缘 ，Hello 代代 ，Hello 阿顺。梦被打碎，珠悲哀。我以为是成全，可你更不愉快。忘了你，忘了爱。讲到吃，我要去买午餐。现在12:30，大家可以去吃午餐了。的不能。亚修斯不是亚修斯啊，我知道我念错了，那叫什么？我知道我念错一个，但我念错了，那叫什么？我知道我念错一个，但我念错了，那叫什么？我知道我念错一个字了。我那时候查了，想说我到底念错哪个字。我那时候查了，想说我到底念错哪个字。我那时候查了，想说我到底念错哪个字。我忘记我念错一个字。他很会带动气氛，对啊，我觉得他还蛮好笑的。其实我觉得他蛮有效果的，只是他就是控制不住他的吃。小白回来了，怎么样？战况如何 ？Hello， 龙龙。战况激烈，
是不是卡住了、啊？我们这次就浪浪别人好了。好，我们这次就浪浪别人好了。我靠自己努力猜拳，好不好？尽量赢，虽然这个很说不准。你的防备，上门来默数我的泪。你的8888购物机买了什么？我买了一些家具，还有帮别人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的是4444，我们分一半，我的是4444。有买炸虾吗？没有欸，我最后没有买炸虾，炸虾太大了，而且我想说我买玩偶好像有点不知道要放哪里。对啊，我买了一些家具什么的，等他送来了再拍给大家看好了。感谢生活工厂给我看好了，感谢生活工厂给我露醋精，生活工厂给我露醋精，直接露醋精，哎、欸，真的很多哎、欸，其实超大方的，超多钱哎、欸，猜一下，是不是卡住了？使用派是啊，我是使用派的。Hello 风亮 ，Hello Ken， 我哪会买废物啊？我买的都是实用的东西，好不好？我买了什么？反正来了就知道，我也有点忘记我买了什么。我买的都是实用的东西，只差没有买下沙发而已。买什么包包？没有买包包、啊。我没买包包。Hello 黄鱼，如果跟夏说不参加活动，大家突然出现会有什么感想？儿子哇，你怎么来了？这样啊？没有，会担心。儿子哇，你怎么来了？这样啊？没有，会担心你怎么来了？这样啊？没有，会担心你是怎么来的？该不会真的偷渡游泳过来吧？Hello 豪哥 CD 传说 ，Hello 俊，你是废物，小白不是废物啊。Hello， 都买实用，不是生活工厂哪里有实用的东西？你们有去逛过生活工厂吗？其实我觉得生活工厂的东西都还蛮棒的，真的，大家可以去官网浏览一下。对 ，Hello 西西 ，Hello 杨公公，没有官网，生活工厂的官网。就是有卖很多，其实就是蛮好看的家具。对，谢谢西西买小白玩偶。你说哪个小白？蜡笔小新的宠物吗？小白，还是这个小白？对啊，抱枕康宁，而且它有很可爱的那个，就是沙发椅，就是它有各种动物风格。哎，动物风格，哎，动物造型，反正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我去逛的时候，觉得有蛮多都还不错的。你是都去工厂生活？喂，那你是都去工厂生活？喂，那你也可以去玉超。对，好像有点卡耶，为什么56而已。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要 Hello 洛克，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
很卡。要回去队长的泳圈里面，什么啊？回到我的泳圈。要回去队长的泳圈里面，什么啊？回到我的泳圈。什么梗？队长的泳圈里面，什么啊？回到我的泳圈。什么梗？例如偷渡过来之类的。啊，今天很卡欸。为什么？Hello 小皮 ，Hello 小皮，老豆芽，大家现在到底看不看得到我？谢谢 Poco 的 love， 谢谢 Poco 的 love。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大家都真的好想参加我。当然，一定想参加的。就是为什么会是难得的重要机会？希望赶快疫情赶快好起来，大家就可以来。Hello 豆力王 ，Hello 老爹 ，Hello Skyline，Hello 何景喵喵，豆力王午安。之前我刚刚早上滑手机看新闻，他说什么疫苗传出好消息，哎，搞不好明年初就可以。解除了，对，希望赶快找到解药。不是啊，是浪的日常啊。听说最近好像都蛮卡，我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都说最近浪很卡。哎，绝对不是我的问题。你会偷渡到金门？不要啦，很远欸。先不要。对啊，解除就可以出国玩了。Hello Ben， 我偷渡到金门，我会担心大家哎，不行啦，等一下真的上新闻了。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小亮顿到爆，不是啊，不是我的问题啊。现在去厦门也有难度，什么意思啊？谢谢阿贤的玫瑰。最佳餐酒轻松配，诸葛登约。最佳餐酒轻松配，诸葛登约翰走路送Foodpanda美食金。的 kiss 啾啾，不然你新手机就要卖掉，你换新手机哦，好好哦，太卡，真的很卡。Hello 毛良，怎么办？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真
暖的花香，冬天的凄寒，冬天的凄寒，冬天的凄寒，吹来意外的爱情。Hello 二可 ，Hello 海海 ，Hello 明天 ，Hello 哈利，明天就会哈利，明天就会可惜。钟声，我们在新年你面前验证。针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手牵手，我入了尽头。交给头，爱你一生。交给头，爱你一生。交给我。隔放式直播，谢谢 Poco 的玫瑰，谢谢 Poco 的。老歌好了，哇，我没看过这首歌的 MV 耶，以前的捷运站，哇，好酷哦！以前的捷运站，哪首？这首《朋友》。谢谢开心的新主管，谢谢开心的新主管，他就在旁边，我就点进来看了。我没看过这首歌 MV 耶，我来看一下。哇！以前的捷运站，不是这首歌是什么？几年？几几年的？毕业典礼的歌，对啊，老人听好歌。这个 MV 上传的时候是2012年，所以它是2012年的歌吗？应该不止吧。
止吧，应该不止吧。对啊，毕业都会听。我以前国小的毕业典礼也会放。对，我国中的时候，对啊，我也觉得不是2012年，它是2012年上传的吧？它的主题竟然是美式足球吗？是吗？哦、对，以前还没有 YouTube， 没错，但它算蛮高清的。大家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吗？我第一次看呢。他还在捷运前面唱哦，好炫。1997年，有，我查到了，1997年，哇，他比我年轻2岁而已耶，好厉害，1997年。他主题怎么会是美式足球？以前的歌好厉害哦，就是它只有短短的词，它的词就很短，跟那个诗一样，就是只有一下短短的词，可是就很经典。对，让我们今天来听老歌好了。对对对。你们都还没出生，傻眼！你们都还没出生，傻眼！冰珠修护，七天即退黑眼圈、兰蔻。你们这么年轻吗？哇、哦！有人知道这首歌吗？雷梦的也还没出生，傻眼！哇，以前的口红。以前人真的很漂亮哎、欸，有点卡，盒子有点卡，超卡，开心。谢谢杨公公的玫瑰，是超级卡。哇，以前的 fashion， 哎、欸，我就说以前的衣服的 style 真的是现在流行回来，现在也都流行这种复古风，真的，现在都流行回来了，代表说流行就是一直在换。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情总是那些年份，一点点温存。伤心总是难免的，别有一个梦醒时分。请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的流行是会一直重复的。Hello， 思雅颜粉，这首歌我会唱哎，因为我妈好像蛮爱这首歌的，对，所以我会唱这首歌。对不起，太卡了，太卡了，不知道怎么办。Hello， 志国。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正是人生，早知道伤心正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了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你其实今年才五岁，你最好是啦，今年五岁，到了今年才八岁，重开吗？重开应该不会比较好吧？这个大概是台老歌台，没错，现在短暂进入时光隧道。虽然我想说我不知道这首歌，但是我说不出这个好不好。这首歌这么经典，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这首歌？九零年代出生的人一定都听过这首歌，九零年代的人肯定都听过。对啊，是非常非常的红，没错，我妈超爱这首歌的。然后我再播一首我爸很爱的歌，这首是我妈很爱的歌，我爸很爱的歌是这首。品味，不是品味，来自时间的陈酿，不是广告，是这个。我爸超爱。Hello， 龙哥。Setong 的医用口罩，谢谢开心的许愿瓶。爸爸喜欢孙燕姿，也喜欢王杰。对 ，Hello Jack。智识，哇，他的咬字，那智识。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 ，Hello C 在103，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对啊，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该有你，为什么告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又不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粤语版哦，我不会唱粤语。拜拜 ，Poco， 下次见 ，Poco。经典老歌。
经典老歌。从清朝活到现在，喂，是不是很 follow 各个年代的歌？影子还出现我眼里，歌声中早已没有你。一场游戏一场梦，但距离爱留在这里。现在还卡吗？为什么道别离，你说什么在一起。对啊，是一连四天都有我，接下来的一连四天都有我，幸福吧。虽然前三天没有我。现在还卡吗？说什么我爱你，今夜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别离。Hello， 天天。现在顺顺，清朝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清朝。清朝，应该是什么诗词之类的吧？哎呀，不要问我这么难的歌，我在清朝的时候不听歌的，清朝的时候不听歌的。我在忙着宫中的大小事情，我不听歌的。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经典老歌。哦，这个，王杰好像，对，男生都很喜欢王杰，是不是那种飘配感，让男生就是很向往，就是那种，因为王杰他不是出来一下，然后就息影，哎，要息影吗？就退休了，他不是很经典的一个人吗？我来看一下王杰的维基百科。对啊，他不是就消失了？他是台湾四大天王哎、欸，他有一个忧郁嗓音，歌坛浪子，对，歌坛浪子。哦，他有在香港出过哎。好酷哦，王杰。这个 MV 也很厉害啊，这个剪影。都是诗，哎，我没有诗言好不好？是月亮的错。以前男生真的很浪子派，以前的男歌手流行是那种浪子的感觉，是不是？感觉都是那种很 man， 然后很浪子感。是月亮惹的祸，色太美丽太温柔，那几人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都是月亮惹的祸，是爱最动人。现在流行花美男，对，
我有发现这个审美的一些改变，感觉以前的年代都是王杰啊那种浪子型的，现在就是长得比较白白净净的型。对 ，Hello 龙骑士，龙骑士午安 ，Hello 家父。对啊，白白净净，小白像小白一样白白净净的类型。哎，你知道张宇很酷，他的歌都是词，好像都是他老婆写的，我觉得很酷，就是他们这样合作无间，然后他的词都是他写。我喜欢浪子吗？浪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才是浪子？浪子是很花心的那种吗？浪子，对，十一郎，没错。谢谢小白的真情告白，谢谢小白的真情告白。你是相反的类型，你是浪子类型。我觉得男生还是要有男生的样子，觉得那个有点，如果比长得比我还漂亮，我就是觉得啊压力大。怎么会比我还漂亮？不是喜欢冲浪的孩子，浪子是那个一直在浪，一直在浪，随便跳别台，随便在别台跳来跳去的人，就叫浪子。哎，我要播这，怎么不给我播？我不是要播这个，我不是要播这个。宕机了。比你漂亮不太难，对啊，所以，比我漂亮不太难，对。什么？你比我漂亮吗？还是你是在到处浪？现在在这的都是浪子，你们这些浪子。哎，你们知道春妮的 MV 是？那个吗？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对啊，春妮的 MV 是林志玲，志玲姐姐演的。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Hello， 呱呱。不是夏姐姐，是志玲姐姐。对，春妮的词是她前妻写的。取名叫做真心。Hello， 君汉，呱呱午安。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漂亮耶！又高又瘦又漂亮，还很聪明。Hello， 君海，谢谢呱呱的玫瑰，谢谢呱呱玫瑰。Hello， 翠翠，谢谢呱呱的玫瑰。跳来跳去不可取，对呀、啊，不要跳来跳，不要到处浪，浪子到处浪。毕业旅行的 MV 最棒，谢谢雷梦的。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带走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说完离开，说完就离开了，这不负责任的人。
剪刀石头布 ，Hello 花生糖，谢谢瑞的剪刀石头布，可取吗？不可取。滋养的大地，看走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还好没考虑过，切，没考虑过还问，不可取，陶尔哥。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唉，谢谢若绿一笑 ，Hello 切东 ，Hello 景庸，这首歌我好像有听过，看一下。喜欢沉浸雪松，它的味道真的让人好放松，有那种踏进大自然的感觉。它有清明的香味，后面有木。哎，我刚刚要播什么歌？这个 ，Hello 正一，这首歌我到底有没有听过啊？听名字好像有听过。你们有人有听过吗 ？Hello 水锤，被发现了 ，Hello 正一。哇，他的发型酷哦，单眼皮，有听过吗？哦，陶尔哥不要偷撩啊，陶尔哥，你可以不用喜欢我一辈子，你可以喜欢我青春年华的时刻就好了。对，哎，我到底有没有听过？哦，以前的运镜很喜欢这样运，就是会这样。以前的运镜。他现在穿这样子。人家也不会觉得他很不 fashion， 所以流行真的是会轮回的。青春你要看没？所以才更要把握啊！哦，我有听过。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这一句话就走，你最爱你的人是我，舍得我难过。好像不是原唱哎，看一下啊，哎是啊是原唱哎是吗？我不知道哎，这是黄品源歌唱。有名了，这首歌副歌真的很熟。刚刚有叫我吗？没有啊，原唱没有。船长，刚刚有叫船长吗？没有，刚刚叫原唱。对 ，Hello Ice， 我听不太出来。哦，变声了是不是？好酷哦，词曲都是他写的耶。Hello， 方琦。对，网络变顺了，现在变顺，最近变顺。你继续潜水，你听歌啊，船长。
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Hello， 系统。Hello， 黄宇。以前的 MV 真的有点难懂，有点文艺风。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哎，就这样没了。这首歌的结尾也太神奇了吧！这首歌的结尾太神奇了，快没有老歌可以听了。我看一下，快没老歌了。这个也是经典的，很多没有结尾，为什么没有结尾？这个大家听到前奏就要出，都是要慢慢，对，刚刚就是慢慢淡出时，这个大家一下就要听出来了吧？这个连我听到前奏都马上可以猜出来。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这个 MV 是啊，你刘青云，你没有看过他演一个吗？就是跟郑秀文一起的《我的左眼》，我的左眼见到鬼，你没有听到吗？你没有看，不是听到，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吗？那电影就是以前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以前看都只是看，就是把它有点当喜剧在看，就看不太懂。然后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写他的解析。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部电影里面藏了这么多细节。然后看一看，就觉得哦，好感动，有点想哭，真的。那部电影超厉害的。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留？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也能了。Hello， 志。新不了情这部电影，不是在说另一部电影，我是在说刘青云演的另一部电影，刘青云跟郑秀文演的另一部电影，不是啊，那不是被文章而感动，那是看了很多细节，发现他藏了这么多细节在电影里面，觉得很感动。好吧，我承认有时候电影是需要自己脑补的，就是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些影评人就很会写。你就会觉得哇，好有道理。虽然不知道那是不是导演真实想要表达的事情，但是他写出来，你就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哎，这样。大都有萨克斯风，对啊，这个也有萨克斯风。对，今天是经典老歌分享。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我刚刚说的《我的左眼》？见到鬼是不是？好像是这个。拜拜家居，你们去看一下，复习一下。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留？今夜的你应该。
记剧情，不是啊，那个剧情很经典呢。我跟你们讲剧情，剧情好像就是，哇，最近该办什么活动吗？有活动在这个时间截止的吗？剧情就是，其实我觉得琵琶也蛮难的。琵琶，我觉得琵琶还好吧，弦，琵琶比较像，就是跟吉他那种有点类似吧。就琵琶，琵琶，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我从小学就开小学的时候学，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它很难，不知道。但是要弹好当然是很难，但是学会了不难，可是要弹好是很难的，对。哎，又没了。真的快没老歌了啦！哦，这个，这算老歌吗？这可能不是老歌哎。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弹琵琶角度对我，为什么？你说这样吗？你现在还记得怎么弹吗？当然啊，我当然记得怎么弹，永远都记得。我觉得大家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所以一直不会忘记要怎么弹那个东西，就是那个记忆一直在。对，谢谢智的心之管，谢谢智的心之管。听过这首歌，我会二胡吗？我只会拉一些基本的音而已。对，我大概知道什么音在什么哪里，可是我大概可以拉小星星吧，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那种。谢谢樱桃猫的 love， 谢谢樱桃猫的 love。时间难倒回，空气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下台吧，对啊，因为也没什么适当的时机弹琵琶吧。而且我讲真的，我也觉得我琵琶没有弹得到超级好，就是普通而已。对，一个普通。这首歌超经典，怎么可能不知道？对啊，我是说这首歌很经典啊，但我忘记我在哪里听过。反正我就有听过。对，《广岛之恋》。直到今天，不要明天。谢谢小白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小白的剪刀石头布。Hello， 小白兔。时间好好来爱我，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愿被你抛弃，就算了解而分离。我刚刚在想，为什么我听过这么多老歌？我后来就想说，大概是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我爸妈很喜欢去唱 KTV， 就是我爸妈跟我叔叔啊什么的，他们很爱去唱 KTV， 然后我们很常一起去唱 KTV， 然后他们就会点很多老歌，然后就在旁边听，好像听一听就会唱，对。什么？才不是因为老了，是因为陪爸妈去唱就会唱了。这首歌好悲伤哦！谢谢开心的心之感，
谢开心行之馆，虽然大家今天送的新之馆全部都没有跑特效，但是算了，他没有卡我就应该要感谢他了，所以没关系，我们就不介意了。对，哎，来剪刀石头布一下，耶，赢了，耶，赢了，一小白了，哎，输了，哎，平手，哎，输了，哎，又输了，哎，算了，你看吧，我们还是吃瓜就好了，吃瓜。我妈爱去唱歌，跟着去听听。对啊，就是这样子。现在还会去吗？现在不会去了。有一阵子很喜欢去，然后之后又都不去了，忘记为什么不去了。反正有一阵子他们很喜欢去唱 KTV。那一阵子我记得是那个新据点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都去新据点，就是好像那时候觉得新据点还不错吧。对，现在根本不想出门。那时候是新据点刚开，然后第一好像新据点是第一次 KTV 这样，那时候 KTV 这样经营，就是去下面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新据点唱过歌，就是他跟 KTV 好像有点不，他跟一般 KTV 有点不一样，他就是去下面，他要给你。那个消费就是他给你券，然后你自己去下面点餐，然后拿那个券去换，我觉得还不错啊，其实。但我现在好久没去，已经太久没去了。反正我爸妈那时候很喜欢去新据点，不过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去唱歌，起码4年多没去 KTV 了吧？三四年没去 KTV 了。对，我看到旁边的推荐。有一首，他们推荐了一首歌，让我觉得一定要点来唱一下。极光水，革命性酵素科学，鸡生鸡。对，他就是点数券，他就是拿点数券去换吃的。七七八八，听前奏就知道是什么歌，厉害哦！半年的期许，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若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水晶一生和你相依，这首歌还蛮好听的，这首歌很好听哎，在这就是啊，是我的衣柜是吗？落日一笑，我可以相信你吗？落日一笑，反正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我觉得经典不亏是经典。大家应该已经都会唱这首歌了吧，贵为诗雅的主题曲，已经都会唱这首歌了吧，贵为诗雅的主题曲。但是如果夏日约会，如果我就是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那我就唱陌生的城市呀，大家都要接下一句，你们都要自动接熟悉的角落里，那我就 OK 懂了懂了。哎，不是啊，你们夏日约会等一下我不知道聊什么，我就会这样做，请大家就是要会接熟悉的角落里，还可以吧，下一句还接得出来吧。
就是你们就接熟悉的角落里就好，不要接一定是。我恰好有参加，不是啊，那个是要我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才会说。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每一桌都陌生，没有，可是有些人根本不认识，根本没有在看我直播，他根本没办法接。那我就说，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哦，一定要去听一下。谢谢邦伟的剪刀石头布。一身好的相遇，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那我们要跟世雅聊什么？看大家想跟我聊什么啊？你们可以跟我聊我的发色啊，或是我的穿着啊，或是我跟你们聊，你们今天早餐吃什么啊？今天有没有睡饱啊之类的？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望着你远去，想的不能自己。哎，他要淡出了。播这个好，不要在早餐吃什么啊？就想不到要问什么问题嘛，不然我说，哎，你午餐吃什么好了？午餐吃什么可以了吧？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昨天洗头了吗？那我就跟你说，当然洗了。一个深夜。水深的刺，问你晚餐要去吃什么，我应该只能跟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根本没办法想好每天晚餐要吃什么，然后时间就说，哎，那你午餐要吃什么？哎，那你晚餐要吃什么？哎，那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推荐一下啊。开心生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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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开心可以天天都开心耶、yeah! 我猜你昨天天天都开心耶、yeah! 我猜你昨天没有洗，当然我当然昨天没有洗啊，今天没有，今天直播而已，不用洗头。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吉米周的蓝色应援棒，谢谢吉米周的蓝色应援棒，谢谢吉米周的蓝色应援棒。谢谢开心，要天天开心。谢谢开心，要天天开心。Hello， 竹曼，看萨克斯风又出现，你看落日一笑，再去浪啊，落日一笑。才这么乱，哎，我这么乱也不是因为有没有洗头啊，我基本上头发都蛮乱的，今天没有都很乱吧？你十二月生日，十二月生日也太早了吧？现在才七月耶，雷蒙的，你十二月再跟我讨可以吗？没有人先过生日的啦，这样子会提早老哦。刘海太长了，明天会洗头啊，明天浪漫成真耶，当然要洗头啊。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照亮我难的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把心灵多点快乐片段，沉底的月光，沉底的月光，把梦照亮。对啊，今天洗，今天会洗，对对，更正，今天会洗头，礼拜六也会洗头，会连洗两天头，大家不用担心，会连洗两天头，好不好？今天都在家耍废吗？没有，干嘛跟你说？不告诉你我今天要干嘛？对啊，我要染发了，泡芙大叔，我染很久了，泡芙大叔，上个礼拜染的。谢谢富贵哥的石头。看透了人间聚散，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金老虎他身旁，谢谢富贵哥的 love。有一天能重逢，把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要不去，要不洗头去工作？我工作一定会洗头啊！我不像你们薪水小偷，上班偷看哥哥，对不对？看不到没洗头的哥哥，没有，我没洗。看不到没洗头的哥哥，没有，我没洗头，跟要洗头的哥，没有，我没洗头，跟要洗头，其实状态差不多啦，真的啦。你们要相信我，我头发不太出油的，对。同时有敏感性牙齿及牙龈，同时有敏感性牙齿及牙龈问题。我会推荐新的舒酸定专业抗敏护龈牙膏。哦，你很认真在上课。好，那你不乖，你都没有准时收看节目，这样不行，不乖。你都没有准时收看节目，这样不行，不乖。这样不行，不乖。Hello， 张张，张张午安。又卡了是吗？啊，又卡了。对，我头发真的不太出油，你们看有出油吗？没有啊。你们看是不是没有出油？我也还是有发考卷。好吧，那你很厉害，你是做到一心二用的人，非常厉害。那你请你继续当，继续一边发考卷一边看《我是哥哥》。Hello 玉。那我以后上班都不要看，不行啊！你们上班不要看，你们就代表你们不乖，没有准时收看哥哥。我会跳健康操，队长。哎，不是，这不是我的问题，那个东西真的是太久以前的东西了，谁会记得啊？你们会记得吗？我是记得第一句话了，就是我记得天公 Lucy 喜糖中午冬，身体健康精神好 ，Lucy， 那也叫你喽。什么的，我只记得这个 rap， 我只记得这段 rap， 其他动作我都不记得，因为我以前不是会有第二节课休息十五分钟吗？然后他就会逼你跳健康操跳五分钟，然后其实就跟一般的下课时间差不多长，然后那个五分钟跳健康操，大家不是都要出来跳吗？但我也都躲在后面，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在跳。但那时候没有什么硬，那时候比较没有硬性规定。现在是听说硬性规定，就是什么还有什么健康操比赛，比哪个班级跳最好什么的。现在我们哪有这种东西？我们以前哪有这种东西啊？我们就是下课出来跳一下就好了，就没事了。对，课出来跳一下就好了，就没事了。对，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
谢谢玉的画质精粹，还有玉的许愿瓶。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国小还要跳给全校看哦，小亮，小亮是比我年轻吧？我是不用跳给学校看的。对啊，不是，我们那时候是我记得就是下课的时候，就是要跳，要出来跳，有、哦、好像是一个礼拜的，好像是每个礼拜三吧，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每个礼拜三的第二堂课下课是15分钟的下课时间，然后第二堂课下课是15分钟的下课时间，然后第二堂课下课是15分钟的下课时间，然后就要出来跳5分钟的健康操。对，我现在知道有健康操比赛，是其他成员跟我说。谢谢瑞的剪刀石头布，谢谢瑞的剪刀石头布，谢谢瑞梦的。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有些学校没跳，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是我知道一开始没有推行的那么全面化，一开始是比较弹性的。Hello， 修泽，修泽午安。一二三，三二一，哦，我也有跳过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反正我刚好就是遇到他改版的那个，我刚好是在那个临界，就是刚好在那个界限，他改版的那个界限，对，还是每间学校的规定，可能每间学校的做法可能也不太一样，像我们学校就不是升旗的时候跳，我们学校是下课时间跳，对，我也是跳健康操，躲在角落里面的人，对。蔡淳佳，为什么？我当然知道，那首歌很好听。快乐好儿童，什么快乐好儿童？我不知道，我没有快乐的好儿童是什么版本？你们不是 Lucy 版本？算了啦，没关系啊，大家都不太会跳健康操，没关系啊，我也不会跳啊，不会怎样的，还是很健康，现在依然很健康。OK。无声降临，回味从前，想起了你，心中我才去查，对啊 ，Lucy， 五行健康操，我不知道哎、欸，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是香港的歌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首歌是，我只知道这首歌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很流行的一首歌的样子。对，小学毕业的时候。真的，我在新加坡开眼镜店。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我们就要说再见，只是何时会相见，曾相处的画面不停重复上映在眼前，今年夏天有种令人不舍的感觉，徘徊在你我之间，抹去彼此留下的泪水，重新展开笑颜，各自踏上锦绣的明天。跟人一样，谢谢玉。对啊，这首歌也是我国小毕业很红的歌，看来小亮跟我是差不多年代的人。对，那时候国小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唱这首歌，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都唱这首歌。对，来猜一下去，呜、哦，看看今天的胜率，赢了，
谢谢富贵哥，谢谢瑞。平手。哎，谢谢瑞。哎，又平手。谢谢。平手。谢谢大家。差不多年代，哎，不是我土豆，不要乱说。小梁，小梁不是清朝人，我不要小梁讲。年夏天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我们就要说再见。只是何时？哦、我一直唱错。Hello， 巴拉。曾相处的画面。不停重复声音在眼前，今年夏天有种令人不舍的感觉，徘徊在你我之间，抹去彼此留下的泪水，重新展开笑颜，各自踏上锦绣的明天。年夏天是个历经意义的季节，我们友情到永远，对你说一声再会，轻轻画上句点。最美的句点，有没有唤起大家的回忆啊？等一下，找不到老歌了啦，怎么都没有老歌了？怎么没有老歌了？没有老歌可以播了。评剧，评剧对，评剧我都不确定我会不会唱我的评剧。好，这因观众要求，帮你们播一首评剧。评剧我自己都有点不确定我会不会唱、欸，应该一播了就会唱了吧。何日君再来？哦，我不知道。等一下评剧有没有？评剧只有现场版的。哎、啊，不是不是，这个是吗？哦，评剧我真的不太会唱哎、欸，想一下，是这个吗？你们唱。是这个吗？这不是他本人唱的吧？我要听本人唱的啊！这个，怎么有这么多版本？啊，这是男生唱的。是吗？是这个吗？彼此约束。我想起来了，国小的音乐课本里面好像有这首歌。对，谢谢 Raymond 的剪刀石头布。算了，我们还是听现场版好了。
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玉，我们刚刚已经播过这首名曲了，玉。刚老歌精选，怎么可以错过陌生的城市呀？对不对？啊，来猜拳一下，51分了。赢了，谢谢，赢了，连胜三场哎，太棒了哎，太棒了，谢谢瑞。许多回忆，谢谢瑞。Hello， 流浪到屏东，已经是每次的订房。对啊，谢谢桃儿哥，毕业后也不能忘记我哦，桃儿哥。祝我要帮你留言那个步步高升，用走楼梯，然后步步高升，什么展翅高飞，勿忘我，勿忘我，我要留言勿忘我。心底彼此约束。是播朋友，朋友一定是必播的，好不好？我觉得朋友不管到什么年代，感觉都会播。哎，对，对啊，还没在你制服上签名，赶快拿来，我帮你签名。Hello， 熊熊，熊熊午安，不是那个毕业，我说国小毕业啦。以前我觉得，我以前大概有讲过这个论点吧，就是。国小的时候觉得毕业是很大的事，感觉就会跟朋友断联络什么什么。等到高中之后，觉得毕业好像也没什么，反正用 LINE 随便就是传个讯息就找得到对方了。就是现在毕业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吧？就是以前那种真的会消失，人真的会消失的感觉。Hello， 红毅，对啊。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的毕业就是只是哦，不能一起上课的那种感觉。许多回忆，对啊，真的就可以漏电了。国小真的是也不会打电话，你不传简讯、不联络什么的，真的会消失耶。对，现在根本已经对。现在根本已经不用去想毕业会，像我大学毕业也很没感觉啊。国小毕业，对啊，有啦有，我的时候我国小毕业已经有简讯了，只是。好像没有那么，就是简讯而已。对，叫到变图的。对，你高中毕业典礼，我高中毕业典礼好像没有哭我唯一有哭的毕业典礼好像只有小学，其他时候我好像就没有哭了。对，我高中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我有一台手机吧，好像是什么 Nokia 的那一种，玩贪吃蛇的那一种，所以我还是有简讯的。对。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诗雅。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诗雅，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结束还是要回学校读书？为什么你要重修哦？你没有，你是被当是不是？是吗？还是啊？是不是？是吗？还是啊？你还在考试对不对？还在考指考是吧？56分了。
需要念排名，但我想唱小薇。等一下，我先唱一下。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手链，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儿，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谢谢柠檬的向日葵，我不是小女孩了，我在你们心目中就是一个小女孩啊！谢谢柠檬的向日葵，施压的眼睛。小薇儿，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星星多美丽，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谢谢郑东的 love， 谢谢郑东的 love。哎，已经57分了，念一下排名好了。小薇也播完了。播一下这个，好，念排名。第20名是 Q， 14名是朱莉安，18名是玉安，17名是吉米周，16名是 Poco， 15名是杨哥哥，14名是柠檬，13名是益生菌，12名是呱呱，11名是 Ben， 10名是俊，9名是邦伟，8名是阿贤，7名是富伟哥，6名是开心，5名是勇哥，4名是玉，3名是小白，谢谢小白。2名是爱打咏春拳的小勋，谢谢小勋。1名是 Raymond， 谢谢 Raymond， 谢谢开心的掌声鼓励，谢谢杨公公的我来签到，谢谢开心的掌声鼓励。你的发现，谢谢柠檬。这首歌我超喜欢的，我小时候很喜欢唱这首歌。我小时候很喜欢唱这首歌。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一张新的纸我总记得在哪里。这首歌我，对啊，我是超喜欢这首歌的。不急，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哎，挑选按完了吗？看一下，按完了，猜选按完了，哎，猜选关掉就不能再按回来了是吗？是有这件事吗 ？Hello， 郑东，在哪里？阿布，阿布 ，Hello， 阿布，下巴的字，谢谢，掌心的字，掌心没字，但是要记得下巴的字，对。
们身不由己。Hello 宇哲 ，Hello 宏伟，看仔细。也担心失去你，又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这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在哪里？谢谢 Raymond 的掌声鼓励，谢谢 Raymond 的掌声鼓励，耶、yeah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感受到一波波老歌，谢谢大家。谢谢玉的掌声鼓励，谢谢玉的掌声鼓励。下次直播时间是礼拜六的几点？忘记了。我已经忘记了，拜拜玉，礼拜六几点？是一个不寻常的时间，是一个不寻常的时间。七点点是一个不寻常的时间，七点吗？对，明天的八点有浪梦成真哦，谢谢开心哦，是九点，对不起大家，是九点，礼拜六的九点。然后礼拜五八点有浪梦成真，谢谢文森。对，晚上八点第一次出外景哦，大家来看呢。大家拜拜，谁要先跟我说拜拜呢？Hello SUM， 明天准时到，谢谢杨公公。是要拼猜拳的时间，不是要拼猜拳的时间啦。我们不拼。拜拜小明，拜拜加蛋，拜拜七七八八，拜拜土豆。希望大家把钱拿去买一些可以拿到实体的。柠檬拜拜，樱桃猫拜拜，淘宝哥拜拜，小黑黑拜拜，杨公公拜拜，宏伟拜拜，家居拜拜，流浪到屏东拜拜，俊拜拜。比如说拿去买生写真那些，你们就可以拿到照片啦，对不对？那我会靠自己努力猜拳的。拜拜雷梦的，拜拜小梁，拜拜寡玉，拜拜阿顺，还有谁没拜拜？船长拜拜，约会，对啊，拿去约会多棒，对不对？跟我约会，开心拜拜，骷髅髅拜拜，柠檬拜拜，谢谢雷梦的再见赛哦，谢谢雷梦的再见赛哦，小白兔拜拜，小黑黑拜拜，洛克拜拜，谢谢洛克的再见赛哦，开心拜拜，震动拜拜，俊颖拜拜，谢谢果冻九号的 love， 屏东拜拜，流浪到屏东拜拜，拜拜，拜拜拜，震动卤蛋博 ，hello 卤蛋博。握手会，哎，握手会有拿到东西啊！回忆，用眼睛记下来的东西是谁都带不走的。OK， 土豆，回忆温度，回忆跟温度，还有回忆温度，回忆跟温度，还有那个气温，千万不要拿去女仆餐厅约会，可以拿来跟我约会，不能拿去女仆餐厅约会。涛哥拜拜，杨哥哥拜拜，柠檬拜拜。拜拜大家，明天见，后天见，大后天见，大大后天见，连续五天都见得到我耶，对，厉害哦，连续六天耶，每周二下午四点还有 Hello 我是哥哥，明天浪梦成真，礼拜六直播，礼拜天
礼拜天干嘛？约会。礼拜一直播，礼拜二格格。大家很幸福哦，大家很幸福。大家还是大家没感觉，切心啦，不要拿去跟龙虾约会，要拿来跟我约会啊。我有拿到四条口语，不要放，不要造一些太夸张的谣。我跟你说，土豆要造谣就要造一些好的谣，对不对？要造一些好的谣言，对。什么是好的谣言？应该就不用我跟你举例了，对。好啊，拜拜，大家拜拜，大家再见，明天见。明天的浪梦成真见，拜拜。再见，拜拜。对，思雅有洗头，没错。德体，拜拜，大家拜拜。有人没被拜拜到吗？有人没被拜拜到？洛克，拜拜，明天见，杨公公。大家再见，大家再见，拜拜。柠檬，拜拜，拜拜。